我是冠廷的爸爸，这届青狮座谈会我嘛要参加。我只是惊讲你之前无去参加过，你有压力吗？我看你根本就认为讲我无资格做冠廷的爸爸。你敢知你安尼哦？你哪让伊吓吓到啊？爸爸抱，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，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分开。大狗狗，今晚带大家试去看看。今麦好好共你的嘴仔啦，创受种要行政府哦。我一定要替天行道，好好甲你处理。哦妈，你卑鄙哦！喂，快点走！哎呀，快点走！快点走！好，好啦，习惯家己一个就好啊啦。我去找文子老师好不好？好。原来你就是文子老师哦，我是品轩的妈妈。常常听冠廷讲到因阿静的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冠廷是安怎要叫伊阿姊陪去拍球？你袂用叫阿姊陪出去佚佗，我才是你的爸爸，听到无？啊，不过冠廷呢，你若是搁爱想安尼家己落去，伊就一定会离开你。冠廷无爱我做伊的爸爸，敢讲伊真正要去找伊阿姊？我不准！用心听。